嗨，大师，俾我啲鬼鬼手声啊！不过有听众话过嘅，太过个 background 太过咩？大声，大声咁啊！咁啊好啦，咁啊，今次我哋跟住搞翻实佢。系我哋唔可以太爱嬉皮笑脸嘅，不过啱啊，今日背光关系啦，显得个画面暗啲。系啱啱啊，冇错，因为今集咧唔使特登夹暗啲灯，唔使夹暗啲灯，系啦，因为配角暗啲，系啱嘅。最好今集会恐怖啲啦，如果唔系话，即系我哋有啲冷气出嚟。系啊系啊，呢几日真系好热啊。系因为我哋喺录呢几集节目嘅之前嗰几日咧，就系我哋加州最热嘅十月可以讲到，好夸张，黐线嘅日日都，即系我住嘅地方叫。特別涼啲噶啦，已經近海啊嘛，近海已經叫涼啲噶啦。但係咧呢幾日裏邊咧，因為我住呢度就係因為貪佢夠涼，因為我係一個超級怕熱嘅人啦。咁我貪住呢度貪佢夠涼嘅，咁但係偏偏咧，而我呢度咁涼嘅地方，呢幾日都熱到啊，真係唔知點樣形容啊嚇嚇。咁啊，其他地方全部破百，過百真係過百，內陸嗰啲過百，百幾度、百幾度嗰啲。嗱，我講下我哋呢個係華視嚇，呢度啊，唔係香港啲攝氏啊，搞清楚啲，因為呢度係美國節目嚟嘅。都香港嘅話都三啊六七度啦。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嗰啲三啊六七度噶啦。即係對於我哋加州人涼慣。即係唔係熱慣嘅人，三藩市啦，三藩市尤其三藩市人啦，三藩市其實凍嘅喎，附近啲係啦，即係唔係咁熱嘅地方嘅話，即係一啲內陸啲嘅梗係熱啲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平均氣温，尤其是我住緊嘅三藩市邊皮嘅呢個位置嗰度，咁啊我住嘅 Day City 啦，三藩市隔離，咁啊我哋呢度不嬲近山海呢邊咁樣就比較係涼快啲嘅，平均以往嚇平均氣温係大概十零度到。哦，喺一個即係計翻你哋香港嘅攝氏，大概十零度到，係咯，廿度啦，under 廿度啦，香港就對於我嚟講就係最舒適、好舒服嘅氣温嚟嘅，係啊，因為我慣咗嗰啲天氣咁啊，總之即係十零廿度仲可以著件短袖啊，唔使加件褸，即係中意嘅話搭一件薄薄嘅外套嚟襯下衫啊咁樣嚇，一個好正嘅一個狀態啦嚇。即係通常要著大褸嘅，起碼要十度以下，我先會著件特厚啲嘅褸嘅嘛，係咪先？十度以上我都唔需要著大褸，總之唔過廿度得㗎啦咁樣。得一過廿度咧，就係我嘅 deadline 嚟嘅，可以叫做熱㗎啦。啊，我就會好辛苦啦咁樣嘅。啊，咁啊，只要跟對翻我哋美國呢邊就係六啊八度以上啦嚇，六十八度以上，因為六十八度以上一過七十度咧，對於我嚟講就係一種熱，好熱嘅一個天氣啦。係。咁啊，而呢排係八十幾度。平均啊，由上個禮拜一開始，因為我喺度都住咗一段，都算長時間噶啦。咁三藩市熱咧係熱不過三噶嘛，係啦。你連續三日之後又凍翻噶啦嘛。但係今個禮拜就真係成個禮拜都熱咯。其實差唔多，佢上個禮拜係話兩個禮拜啦，已經熱咗。係。但係之前嗰禮拜都仲還好啲，都仲還，即係冇咁過分，越嚟都會有陰天啊。尤其是即係三藩市，即係我住嗰度新社咧，都會陰天嘅。係啦，即係越嚟越過分啦。即係喺正我壽辰嗰個幾個禮拜真係慶祝你生日啦嘛。係啦，慶祝你慶祝我生日啦，慶祝嘅話啊喺度先明謝啊高迪安，多謝你上一集唔記得講啊，多謝你送咗呢個公仔俾我。呢個係咩咧？就係我比較好中意嘅一個動漫嘅角色。係啦，係啦。我自己本身唔熟嘅，但係我一次同你做節目，聽你講咧，因為我今年送咩好咧？係咩？就係地獄少女。係，因為我好中意佢古仔。佢古仔其實咧都係講人性啦。即係佢用一個地獄少女嘅形象一個角色，呢個 character 係做咩咧？就係去收走一啲人嘅靈魂。哦。啊，但係佢係唔係會主動收走任何人嘅靈魂？係有人有要求。哦。用緊一個對等嘅一啲嘢嚟去交換，然之後佢就去負責幫佢收走佢想要嘅收佢嗰個人嘅靈魂。哦、OK， 即係唔係收嗰個人自己本身？唔係收自己，收人哋嘅靈魂。係收人哋。即係譬如舉個例，侵侵得罪我，我想收佢嚟我，咁我就獻出我自己嘅生命或者某啲嘅好代價好高嘅嘢，然之後邀請個地獄少女嚟收咗我侵侵嘅生命咁樣，舉個例啫，唔係真實啊。但係邊個去做呢個衡量嘅咧？就係地獄少女衡量啦，即係你想收咗我侵侵，我話得，我話你揾人交換啦，咁我就會提出我嘅
offer 啦，係咪先？你對對翻上就揾翻我前面呢排得唔得啊？得啊！即係我用我好大犧牲喎。係啦，咁而地獄少女就真係受唔受你 offer 啦？唔受嘅話，咪就要 make a deal 再講價咯喎。咁、但係多數咧，佢交換嘅對等嘅交換嘅嘢咧，通常就係要本身我要獻出我嘅生命，而換取嗰個人死。Okay. 啊、多數都是這樣的，是的，是的，那即是攬炒情況之下，攬炒了，即是好了，要去到攬炒的情況之下，即是說他的仇恨要有多大，大到你要跟他同歸盡，一起墮地獄，你都要拉他去呢，那如果是這樣的，為什麼要多次一句要找他幫手呢？你不自己搞定他？因為他的角度就是我自己搞定他的話，一可能我沒什麼能力搞定他，是吧？就算我有能力搞住佢嘅話，我同佢一齊死嘅話，我入地獄，佢唔入地獄咪死咯。哦 ，OK， 係咪先？一個長遠嘅嘢。係啦，咁而家地獄少女就係講到明，一定係拉佢落地獄噶嘛，所以佢叫地獄少女啊嘛。佢係會揸住船渡過忘川河，帶佢落地獄咁樣噶嘛。嚇、啊，咁而喺個每一集嘅故仔裏邊，嗰啲嗰個被詛咒要死嗰個人嗰個角色咧、一般嚟講都係嗰啲真係。衰人絕大部分都是那些十惡不赦的大奸大惡，即是人渣中的極品的，即是就算呢你不詛咒他死，地獄少女不收他，遲早天收他那種，就是那種狀態來的，只不過地獄少女提早出現，就是你要求了我就來了，是那來到就收他，但是他每一次呢個故事那個模式就是這樣run，但每一次他講述的故事就值不值呢，人性是怎樣啦、你這樣做的話究竟幫不幫到應該要幫的人啦、還是根本你就是無謂的白白的犧牲啦，又或者那些不即是那些被人帶走的都還有些惡人就是到死都是不會悔改啦、即是他會講很多人性上面的東西，人性啊、親情啊、感情啊、值不值啊、人生價值啊，是一個很有即係值得去深思、有 meaning 嘅每一集嘅故仔都好有 meaning 嘅，即係等同我哋以前我細個睇《怪醫秦博士》。每一集嘅怪醫秦，你都會覺得係好有佢即係話係啊，好黑心嚇，一個黑心嘅神醫嚇，收你好貴嘅私藥費去醫你。但係佢每一集佢都係佢每一集個背後嘅signal嘅 message 都係講人性。嚇、即係人性值唔值啊？你覺得你條命好矜貴啊？有幾矜貴啊？又或者？連呢個價錢都唔肯出嘅話，你又覺得你自己有矜貴，有幾矜貴？即係類似咁樣，即係好中我好中睇呢啲咧，即係表面做一樣嘢，暗地裏就係諷刺緊你哋啲人嗰啲即係心態啊，嗰種無恥又好啊，人性嘅貪婪啊，即係佢講人性講得，同埋有時好多時都係背後咧就好感動嘅。即係會感動翻你，哎呀，我人性可以其實係可以好好，但只不過。好可悲的就是人類將原本善的一面剔走了、去行惡那邊、這個就是那些、這個故事裡面、就是、地獄少女也是這樣，怪醫秦博士也是這樣，我很喜歡看這些故事、即但當然啦，如果就這樣齋講人性我就覺得很悶，他用一些 超乎常人的人出現來去交代這些東西我就很喜歡了，即譬如怪醫秦博士就是醫術高超到幾乎啊，又唔係全部啊，幾乎可以起死回生咁滯，無所不能啊！又唔係去到尾到去到無所不能，但係一般人話救唔到嘅都救到，佢起碼可以吊多佢一段時間命先，係、嘛？即係總之有神醫啦、好啦，而地獄少女就係一個角色咯，就係、一個地獄嚟嘅少女咯，專係收靈魂咯、死神咯嚇，之類此類咁樣。而本身地獄少女佢本身唔係一個死，佢未必真係一個死咗嘅人嚟嘅。佢係一個家族，呢、這個家族專係。負責幫死神收靈魂嘅啫，咁啊，即係以此類似咁樣嘅一個存在啦，咁樣。只不過呢個家族咧就唔係存在喺人間咁解。O K， 即係咁樣啦，即係好正。而地獄少女個造型，我覺得好 like 嘅，因為佢一個著住和服嘅一個女仔，但係隻眼咧永遠係好似灰蒙蒙，係冇神采咁樣嘅、即係佢表面上咧個人好冷漠。好像對世間所有感情都不重視、但其實他就因為他看得太通透、他知道人性的醜惡有多麼醜惡，所以他用一個冷漠的外表去偽裝他自己去做那些想即是去所謂的盡他的職責啦、所以很棒的一個故事，我好像近期他都 有出
翻個新版嘅個古仔咁樣嘅，好又寫翻新翻嘅。咁但係咧，因為我就冇時間，亦都冇機會睇翻嗰套漫畫咁樣啊，因為佢有連載咁樣。咁啊，但係舊版我就好中意睇嘅，動畫啊咩都，咁我就好中意嘅。咁啊想買翻佢個 figure 嘅，因為我知道佢曾經出嗰個一個十五寸 figure 咁樣幾靚㗎咁樣，但係佢揸住個嗰啲法器咁樣，揸住個無毒公仔定唔知個神架定嗰啲咁樣嘅嘢㗎嚇。咁啊好正，但係出咗陣就冇咗啦，咁我就買唔到。但我嗰個玩具大王朋友咧，佢就買咗，所以我每次去咗屋企就好中意，但係佢唔會割愛咯，我知，因為絕版咁樣啊。好啦，咁啊，終於咧，多謝你。雖然呢個係大頭 Q 版，但我都好中意，因為始終係地獄少女啊。OK， 咁啊，多謝先。好啦，咁啊，好啦，今集咧講鬼怪嘢，即係地獄少女都係一個鬼怪。咁呢個鬼怪咧就係一個漫畫式嘅鬼怪啦，咁樣。咁啊，譬如等同好似。近期有一套動畫我都中意嘅就《咒術回戰》啦，咁裏面都係講打魔怪啊、惡魔啊咁樣，咁啊亦都係好正嘅一套動畫啦。完咯嗰套。係啦，但我未有機會睇完曬佢，睇咗絕啦咁樣啊。咁啊，即係最近排咧，因為我手年大太熱愛睇仙俠劇啊，可能咧咁變咗通常都係睇緊嗰啲武俠偶像劇同仙俠劇啦咁樣。武俠偶像劇啊！武俠偶像劇，佢哋而家叫武俠偶像劇啊！即係嗰啲武有啲偶像劇真係嗰啲劇情內容係好武俠噶嘛，得啖笑啫。即係內地有一套劇叫做《全知進祖》。我係好欣賞呢套網劇嘅《全知進祖》，佢就係諷刺緊而家唔單止內地，其實好多香港啊其他國家都有呢個弊病，就係拍一套，因為你只要製作一套電影或者又好一個劇集又好，需要嘅資金係好龐大，好多時製作團隊未必有咁嘅資金，咁佢就冇咁嘅錢，佢就要揾外來嘅贊助商啊，外來嘅老細投資落嚟，佢先會有機會。譬如我有個好正嘅題材啊，我想拍呢個《無間道十九》咁樣。係啊，我叫《無間道十九》，因為《無間道》拍咗好多版本噶啦，已經嚇，同埋好多類似咁樣嘅題材嘅作品噶啦。對於我嚟講，即係淹到咩咁噶啦，但係都繼續會有人香港繼續會有人拍嘅嚇，好enjoy啲咁咧呢個版本嘅故仔啊，所以我叫《無間道十九》啦。佢覺得呢個題材好正，但係因為冇錢拍，咁就話靈王啊，你有錢喎，不如你贊助資助下我啦。好啦，咁啊贊助商，我出得錢嚟拍嘅話，你梗係要幫我宣傳啦。一嚟要幫我宣傳啦，二嚟就可能甚至可能，我有啲細侄好中意做明星嘅喎，我有個細侄仔或者細侄女好中意做明星喎。嗱，你可唔可以幫我安排個角色攝落去？嚇？個古仔寫得佢出場咁少啊，唔得喎！嗱，我抌多大嚿啲錢，唔多加多幾場戲寫佢啦咁樣。咁就好多時都將啲原著嘅作品，譬如我哋所謂大 IP， 即係嗰啲喺網上面小説或者漫畫好受歡迎嘅作品，佢嘅大 IP 咪買咗個版權嚟重新翻拍咁樣啊。但如果你原本跟翻嗰個古仔拍咧，可能因為人哋嗰個古仔受嗰、那個小説或者個動畫受歡迎，係因為個古仔好嘛。咁你拍真人版嘅時候，咁你如果跟翻個原著話，書粉又會覺得好正，其他未睇過書嘅人會覺得有個咁正嘅作品。但係往往好多時就係話，因為投資咗落去嘅人，佢要加自己嘅嘢落去，就要改動啲劇情。永遠就將啲作品咧由原著就改到九唔搭八嘅，而且加咗啲原著裏面冇嘅角色落去，或者原著裏面呢個角色本身係閒角嚟嘅啫，但係因為呢個係資方嘅攝落嚟嘅人，我哋叫做大資進組啦，佢哋嘅形容叫大資進組啦，即係我帶住資金投嚟，我要加埋落去拍咁樣，就大資進組。咁啊，然之後咧就因為我加落嚟啊嘛。雖然我唔係主角啫，咁我又冇啦，咁串要扮主角嘅，係咪先？咁我加落嚟，咁但係如果你話閒角，咁我但係你要加多啲戲俾我，咁啊夾硬要寫條線出嚟，但係可能嗰啲線咧完全同個主線係完全冇拉楞嘅，咁甚至九唔搭八嘅，純粹俾佢個人表演嘅啫，出多幾個鏡頭嘅啫。咁呢個情況咧喺內地好廣泛出現，香港亦都有呢個情況，美國亦都有全世界都有嘅。總之邊個出資嘅啫？有錢嘅你有錢就會咁玩法㗎啦 ，OK？ 又想發明星夢嗰啲有錢。好喜歡這樣搞的，所以呢內地有個劇呢，就是很多時候編劇不被人罵，哇，這樣的劇情都寫得出的，有時候編劇說你猜我想的，
俾錢嗰個話事噶嘛，佢話要加就要加，要死就死。最慘就係咧，譬如嗰個片中受歡迎，佢就啊《無間道》受歡迎咩？個個都要拍《無間道》，咁拍到《無間道》十九都仲有《無間道》。十九就十七，嚇，唔係十七就十九，係一六十九，係啦，唔係六十九啊，係，因為受歡迎嘛，個個都要拍咯，咁變咗嗰劇本其實已經寫到爛曬噶啦，但係因為投資方俾錢，我中意呢個故仔，繼續寫落去，繼續拍落去，而且嗰個故仔嗰時已經玩到爛曬噶啦，但係冇話你俾錢咪繼續爛落去咯，係嘛？佢唔會理啲觀眾感受噶嘛。冇人理過，冇人理過，仲出錢過話事噶嘛，係咪先？嚇，咁啊，內地咧就有套咁嘅劇叫做《全知盡祖》，就係講個男主角就係有即係、就是、有個錢，就自己俾錢去拍，自己做埋男主角，咁啊就係咧將啲劇情亂咁改，佢就係諷刺翻笑片嚟喎，笑片嚟噶，佢就係完全係諷刺翻而家呢個影視圈裏邊嘅一啲叫弊端，就係話。激到嗰、那個導激，永遠激到嗰個編劇彈下彈下嘅啫。點解明明個原著唔係咁，你就係咁加呢樣加嗰樣。突然間，因為我有個表姐埋，佢又想拍喎，加場戲俾佢啦。轉頭個表姐話唔拍喎，咁啊寫死佢啦，乜都得，即係翻到亂七八糟咁樣。呢、這個叫做《全知盡祖》，已經拍到第二輯啦、哦，兩季㗎啦。佢電視劇嚟，電視劇嚟嘅網劇嚟嘅、哦。啊，我兩季我哋都睇咗啦。Okay. 好，即係佢內地有個形容詞叫嘴替，即係點咧？幫我哋去鬧嗰啲人啊，即係鬧嗰啲咁嘅資方，即係你有錢，你中意玩，你都唔好玩到即係將個故仔改到爛到咁，你真係當我哋啲觀眾係傻嘅，你拍到咁嘅垃圾出嚟，我哋都要睇啊！啱啊！啊，即係時你知你三色台時啲劇真係來來去去嗰幾種題材啊，有要幾爛有幾難噶嘛，啊、即係嗰時。笑過嗰套咩飛虎定乜鬼嘢啊？嗰個炸彈好高科技，炸彈琴日嗰個仔熄咗。嗰一段嘢好出名嗰段。咩跳嗰棟長樓啊嘛，跳過對面海濱。情爆。係啦，即係呢個咁荒謬嘅劇情都寫得出嚟嘅咧，咁樣就即係有啲人就係叫嘴替，有啲人幫你去鬧呢啲咁荒謬、咁無厘頭、咁唔合邏輯嘅。即係如果你拍私人片，你可以。先拍片嘛，幾無邏輯都得，係咪先？但係寫實片都拍到咁唔邏咁冇邏輯性嘅，就好難接人接受啊！但係咧，先拍片你唔好先拍片大曬咩？你都要跟翻個次序，即係唔好千篇一律都係個街角出場就好勁嘅，個中嗰個咧俾人打咗九啊，譬如拍九十集，打咗八啊八架，最尾嗰兩集先反超前打啦，即係來來去去都係呢個模式嘅時候，啲觀眾就會唉，我揞住半個腦，唔使用腦，我都知道劇情發展落去點噶啦。是很無厘頭的嘛，是不是？即是說這個就是最近來說呢，變了很多好的作品會被人埋沒了咯。譬如說一些鬼怪片，其實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不同的鬼怪片，尤其是泰國很多、泰國真的無限制嘛，所以為什麼泰國拍的鬼片會很棒，而日本人拍的鬼片是最棒的是什麼？它營造的氣氛、而中國式的鬼片又要無神論者，所以他永遠都不可以真的講鬼，變成搞到就是內地拍的那些恐怖片呢就似懸疑、似懸疑片就多過似鬼片，是的，就沒什麼鬼的什麼程度在裡面、樣啊，即他永遠都用一些很科學或者很玄幻的東西去解讀了他就不是鬼樣、即是之類的，所以永遠會差一點，所以現在你看到很正的很精彩的鬼片呢不容易，所以變成很多反而網上邊好多人點解中意聽鬼故、但係只不過我哋呢個鬼故節目咧就比較另類啲，我哋唔係真係好鬼嘅，我哋都會講啲鬼故。我哋唔係志在要嚇你。係啊，我哋唔係用嚇嗰種方法，我哋將敘述一件事，輕鬆面對鬼怪啦，即係因為你有佢喺你面前嘅話，你唔會開心得去邊？係啦、所以如果你要聽嗰啲好恐怖嚇到你。就一陣冇一份嗰啲 ，sorry 啊，呢個唔係嗰種鬼怪模式。通常呢類型嘅都唔會話太過真實㗎。通常都係。係咯。嚇！你聽得咁上下，你就知道，係咪真㗎？係啦，好啦，我哋講咗好耐，介紹咗啲鬼嘅嘢，但係就未講過鬼故事。點解咧？因為今日我哋壓軸啊，要俾啲嘢大家睇下，有咩事咧？就因為好彩啊，因為前嗰輪咧 ，Benjamin。除了上一次他出來現場跟我們講錄一集節目，講了他上次去捉鬼的過程當中的一些事件之後呢，他剛剛又去另一宗與鬼怪有關，就是那些身邊的人說、即是
話翻俾你聽，佢有佢引證啊，之前之類嘅一個新鮮出爐嘅鬼故事。其實交咗俾我幾個禮拜啦，就係啱我哋集已經錄好咗啦，咁樣 get app 唔到落嚟，已經剪接完。咁所以咧，今集喺度咧就播翻出嚟。其實內容係 detail 係點樣咧，我都未睇，未聽曬。係，我都未聽。係啦，所以喺呢度咧，我哋同你一齊咧，我哋去聽聽啊，我哋靜聲聽聽阿 Benjamin 同我哋分享嘅鬼故事。嗱、佢講鬼故事咧。真的會嚇人的、我們大家一起呢是欣賞一下先、各位元天頻道的聽眾大家好，好久沒見了、又是我飛影，現在看到我後面的環境就知道不是家裡了，我在哪裡呢？我在這個德薩斯州剛剛去、今天最後一天在這裡、要開會，但是因為開會的同事有很多都是來自不同的地方、州份或者是城市，咁其中我有一個同事咧，佢就係嚟自阿富汗嘅。咁呢個同事咧，佢喺阿富汗，琴晚我同佢食餐飯嘅時候咧，咁佢就即係我講起一啲好特別嘅嘢，即係我哋講開嘅靈異經歷啦咁樣樣。咁佢突然間佢都諗起一單佢喺佢14歲時發生嘅一個靈異事件。咁呢個靈異事件就發生在阿富汗的，咁佢而家係32歲，即係話大概喺18年前左右啦嚇。咁、呢件事發生喺啱啱當時佢同佢屋企人去搬去一個新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就喺一個比較舊啲嘅區，而個區咧區份佢哋。佢以佢所講啦，個租都比較平少少，但係佢唔知咩原因嘅，因為嗰時候好細個啦咁樣樣。咁佢搬咗過去之後，就發覺到點解平呢？原因就係因為佢哋住嗰個位對開大概300米左右就開始係一個墳場嚟嘅咁樣樣。咁佢哋唔知啊，其實都咁就淨係知道個 agent 同佢哋揾到呢間屋比較平啲，就佢成家人一齊搬去住啦。咁當中佢媽媽、佢爸爸、佢有兩個 sister 同埋一個細佬咁樣樣一齊住嘅，咁總共成間屋有6個人啦咁樣樣。咁先講下佢講俾我聽嘅情形，就係話佢間屋嗰個結構就係2層嘅，咁地下嗰層咧就係有2間房同埋廳、廚房咁樣樣，樓上咧有3間房咁樣樣嘅。咁佢爸爸就響出邊做嘢，通常阿富汗都好似中國人咁樣樣比較傳統少少嘅。咁、那個媽媽就喺屋企煮飯啊，湊小朋友啊，打理家囚細務啊，咁樣一模一樣嘅。咁有一日佢搬咗去，佢哋搬咗去呢個新嘅地方，間屋都有少少舊嘅咁樣，但係比較平少少，所以佢哋都覺得哦 OK 啦，咁樣都可以住得嘅咁。咁佢搬咗去之後咧，第2、3晚之後咧，就開始發覺有啲奇怪嘢。點樣奇怪嘢咧？當佢爸爸出咗去翻工嘅時候咧，佢留翻屋企嘅就夜晚就係佢兩個 sister， 佢個細佬同埋佢阿媽就喺地下嗰層。咁突然間佢就坐喺梳化同佢個細佬一齊睇緊電視，咁個阿媽亦都喺個廳嗰度，佢哋大家佢同埋佢媽咪都聽到樓上有人行路嘅聲，即係唔係行路係走啊，嘣嘣嘣嘣嘣咁走，咁佢就覺得好奇怪啦，跟住之後。初頭都冇乜嘢嘅，即係覺得可能我個家姐喺樓上嘅啫咁樣樣，或者有其他兄弟姊妹喺樓上，咁亦都冇乜為意。跟住係不停發生，跟住個阿媽就停一停，就問佢問我呢個朋友，聽唔聽到啊？咁我呢個朋友都聽到，咁我呢個朋友聽到之後就有啲奇怪，就覺得邊個喺上面行咧咁？咁佢阿媽就問。你個 sister 喺呢度，你個 brother 喺呢度，咁你大家姐咧咁，跟住佢就話大家姐咪喺廚房，即係指住個廚房，佢咪煮緊飯咯。跟住佢哋開始好驚啦，因為樓上係冇人噶嘛，但係聽得好清晰，有人喺度跑緊嘅聲音。咁之後就有啲驚，
就唔敢上樓梯上上面嗰層，直至到佢爸爸放咗工翻嚟啦。咁佢爸爸放工翻嚟之後咧，咁佢媽就同佢爸爸講有啲咁嘅事發生。佢爸爸就話：，誒你頭暈啫，咁樣樣，冇咩特別嘢嘅，你唔舒服啫咁。跟住我呢個朋友阿 Rafi 就話：唔係啊，老豆，我都聽到啊。你飲醉酒啫咁樣，即係都係好似好中國人傳統咁樣啦，就掩耳盜鈴就唔聽，即係話冇嘢嘅，唔好再講呢啲啦。你哋唔舒服啫咁樣樣。咁到晏少少嘅時間開始食飯嘅時候，佢爸爸都聽到。佢爸爸聽到之後咧，聽到樓上又係繼續有人走緊嘅聲音，咁結果就我呢個朋友咧就問佢爸爸：你聽唔聽到啊？佢爸爸聽到，佢問佢媽媽聽唔聽到，個個都聽到，全家都聽到。咁跟住之後，佢哋就唔出聲，當冇事發生，好平和咁，但係都唔敢上樓梯。但係你都知道，你始終都要瞓覺噶啦，夜晚係咪先？咁後尾佢哋就即係冇辦法啦，成家一齊上樓上咁樣一齊，即係響自己個房度瞓。咁佢話俾我聽咧，就係佢爸爸媽媽住嗰間房咧，就因為樓上係三間房，樓下兩間房嘅。如果你記得，佢爸爸媽媽就住響一間房，中間一間房就隔住就我呢個朋友 Rafi 就住另外一間房，但係佢嗰晚佢驚到咧，就係縮咗喺個牆角嗰度坐咗喺度，好驚。佢話真係震嘅，因為佢聽到個聲真係好實在。咁啱啱喺阿富汗可能比較落後少少嘅地區啦，咁佢就話俾我聽，成日停電嘅。咁佢停電都有電筒嘅咁樣樣，咁停曬電就冇人敢出聲，個個都係驚嘅，因為尤其是更加黑，佢哋都唔會走出街，因為走出街係更加黑，因為街都係冇街燈，因為停曬電。咁結果攞住個爸爸攞住個電筒，咁啊即係成晚喺度，即係攞住個電筒，起碼有光源啦咁樣樣。咁佢媽媽要去一個雜物房，個雜物房就響樓上，即係上面嗰層三間房，另外一個雜物房，即係個雜物房唔係好大，即係好細嘅啫。咁就想諗住攞啲嘢嘅。咁佢一開門嘅時候，好似嗱，如果你知道開門通常係推門入去啦，喺屋裏邊嗰啲房，佢又推門入去，但係就有人好似喺後邊推住道門，唔俾佢推道門入去。咁佢就好大力，佢媽咪就好大力咁推嗰道門。因為要入雜物房，唔知攞柴米油鹽啊，佢話俾我聽，佢哋儲即係嗰個地方通常係擺啲米啊、油啊、豆啊，因為佢哋通常都係食呢啲啦。咁諗住入去攞啲材料，點知就有個咁嘅事發生。咁佢就夾硬推一推，跟住就嗌咗一聲，即係我朋友 Rafi 就聽到一聲佢阿媽嗌，咁就問佢咩事，佢阿媽係驚到褪後咗兩步，跟住就撲親。後尾嗰晚係成家人，佢阿爸靜閣落咗命令，唔可以講任何呢間屋嘅嘢，今晚絕對唔可以講。跟住就冇辦法，要等啊，等到天光，因為冇電冇剩啊嘛。咁等到天光嘅時候咧，就成家人將所有成家嘅財物搬曬上架車度，搬曬上佢嘅個 van 咁樣樣啦。我諗可能都唔係好多嘢，咁啊搬曬上去咧，跟住就成家人一齊車咗去一個親戚度過夜，直至到揾到新屋為止。咁佢媽咪發生咩事咧？佢問翻佢媽咪，原來佢媽咪發覺到佢推門嘅時候，而裏邊有動力推出嚟，佢夾硬推入去嘅時候咧，佢見到隻手直情係捉住佢一推嘅時候。佢一推到門，開到道門啦，有嘢捉住，所以佢嚇一嚇就嗌得好大聲。咁佢話我講，佢話佢講起佢自己都毛管動。咁呢一單係比較奇怪啲嘅，因為本身一般靈體都唔會去搞人啦。咁佢亦都阿 Rafi 亦都見到。當時佢阿媽嗌嘅時候咧，佢就即刻走去樓梯，就望到上去個儲物室。佢媽咪就撲親，佢就見到一個白色嘅光走咗出嚟，飛咗出嚟，咁就唔知去邊。咁
自此之後咧，佢哋就即係因為呢件事好驚要搬走啦，咁佢亦都打電話俾嗰個租屋嗰個 agent 嗰個聯絡人，問佢喂究竟發生咩事啊？嗰、那個 agent 就同佢講冇啲咁嘅事，你哋第一個我係聽到有咁嘅問題啫，冇人講過喎，咁樣樣之前住嘅租客都冇咁嘅問題，咁。佢老豆就同個 agent 講：你同老老實同我講，即係淨有啲惡啦咁樣樣，就究竟發生過咩事？都冇乜特別嘅，係上一手租客都話有啲奇怪嘅嘢發生嘅，咁但係冇講咩原因啦，可能都想掩飾啦咁。咁到最後咧，就係佢老豆都係發火，你都係仲唔講嘅話，我就會唔知點樣去投訴佢啊，點樣樣啦咁。咁佢就終於都講，佢話其實之前都有兩户喺度租過之後，後尾都係因為一啲靈異事件而離開咗。咁唔知係咪關佢哋住得近墳場事啦，定係嗰間屋太舊啦？因為你都知道。阿富汗嗰邊、中東嗰邊都比較多戰亂啊，咁樣樣。咁一般嚟講，如果喺美國嘅話咧，就比較我哋叫 peaceful 啲啦，啲人比較溫和啲啦，就冇咁多怨氣或者惡靈嘅。但係喺啲戰亂地區，例如好似香港、中國地方啊、越南啊呢啲地方戰亂比較多，以前比較多嘅時候咧，就會多呢啲比較。我哋叫做aggressive 少少嘅靈異事件發生㗎喇。咁啊，啱啱琴日聽到呢個故仔，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下，急不及待，希望大家鍾意啦。啊，係咁啊，翻返咁啊，好啦，咁啊，多謝阿 Benjamin 同你分享咗佢個朋友嘅一個故事啦。咁啊，阿富汗係咪？係啊。咁啊，其實都正常，因為點解啦？嗰邊戰亂太勁，係好多時啲人真係死於非命㗎。嗯，跟住仲流彈，好似而家都。仲打仗嗰啲咁樣，七八糟。仲記得喺月年初今年嘅龍年啊，年初嘅時候咧，咁啊星島電台嗰邊咧，咁啊我哋做嗰度個流年運程嗰時咧，或者我哋呢邊漁天頻道我哋講流年運程嘅時候，我都提過啦。呢一年裏邊龍年裏邊係一個災戰禍之年，係啊係啊，仲會有真嘅戰禍發生噶嘛。咁啊已經開始咗啦。係啦，咁啊都拖大半年都唔見有影啊，點解下半年就？臨尾嗰樣就已經話中東尾又有新戰區啦，又打到病零破零啦。咁而家就係、是，即係我而家最加擔心係咩咧？就係、是、越 run 嗰個雪球越滾越大啊！因為要開始會影響到其他周邊啲國家嗰啲嘢啊嘛。咁啊，越嚟越多其他強國幕後強國插手嘅話咧，就重大件事諗到件事，即係所謂嘅世界大戰啦咁樣。因為喺二黑病符星入主中宮出年，咁咧。以往啊，跟住翻以前啲歷史學家佢哋講啦，每次世界大戰之前咧，就好似類似嘅咁樣 run 緊嘅，經濟衰退好差，跟住開始由某幾個國家打抗戰類，就會形成最後咧就世界大戰啦咁樣就打。咁啊，所以咧一直以嚟咧，第二次、第三次世界大戰都係類似咁樣嘅。咁所以而家科即係歷史學家就覺得而家個成個走勢咧就好近似當年嘅世界大戰，會唔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咧？呢個歷史學家講。咁我哋跟我又如何？我哋邊度抄翻以往歷史嚟講咧？兩次世界大戰咧都係以黑病符啊、五黃集中啊嗰啲咁樣嘅時段引起嘅。嚇、啊！咁、啊、即係話，咦？而家又以黑病符啦，經濟環境又似翻當年咁樣啦。似啊！咁死啦！出年會唔會即係越滾越大，變成一個？啊！天年甚廣咧，啊呢、這個暫時都真係唔係好清楚，但係亦都唔係太樂觀。希望有關嘅幕後搞手佢哋嗰班人咧嚇，克制下，即係阻止一下啦。我唔希望即係形成一個新嘅世界大戰、生靈塗炭係咪先？我從來都係反戰嘅，我好討厭戰爭嘅。咁所以我就唔係好想睇到咁樣嘅情況發展落去啦。咁而家因為當年阿富汗嗰邊嗰啲，因為經常戰亂，容易死好多人。咁好多因為死得太突然嘅關係，所以如果大家死得好突然，突然間佢發覺咧間屋冇咗，人死咗，咁佢哋可能甚至乎唔知道自己死咗，係嚇咁就只有我間屋俾人炸爛咗喎，咁啊佢揾啲冇人住嘅屋啦咁樣，咁啊佢入咗去之後咧，可能就八即係所謂嘅嗱我哋生人霸三地，佢而家死人霸三地啦，嚇咁就變咗大家又搬入去咗，喂我依冇咗個居所啦，你而家嚟同我爭，我梗係要嘅搞你啦咁樣，咁啊當中嗰個靈體。甚至乎可能唔知道自己已經死咗都未定，係嚇、啊。我總之啊，但係可能如果知道到更加啦，我人都死咗，屋都冇埋啦。而家我住緊呢度，你仲要嚟同我爭咁樣，我梗係反抗啦咁樣。所以形成咧咁嘅經歷都唔奇。
但即如果你當時租到嗰間咁嘅屋，就真係真係該灰嘅。講真句，係嚇、啊，即係真係驚嘅，驚㗎，一定會驚。佢見到隻手捉住佢喎，咪就係咯，啊，係咯，大家事啦，話唔好聽。係，有一個情況就係、是、有咁嘅情況，呢、這個情況係，譬如我以前我有個客我講過啦，單一一樣嘅情況就係、是、佢、租咗嗰、那個。買咗間屋之後咧，咁就個太大人少，亦都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啊嘛。咁嗰時當年我講嗰單嘢嘅時候咧，有曾經有個觀眾 feedback 翻就話：你話我攞亂噏嘅，因為嗰個係我豪宅，我有錢佬客，佢有住間豪宅，佢太太夜晚喺度洗碗嗰陣，見到有個女人喺後邊行我嘛，喺倒影嗰度咁樣。佢話有錢佬都會自己洗碗，我話嚇，我話有錢佬。不一定不會自己洗碗的，再加上呢我們美國的人呢有錢沒錢都好，很少，不是沒有，會有，但比較偏向少的，大部分那些有錢人呢都喜歡直接請鐘點的，是的、啊、做完事就怕他走，不會讓他留過夜的，是的，是的，到晚上他走收工走了之後呢，晚上他就有時吃宵夜，自己弄就自己洗，自己弄完自己洗，是很合情合理 的，在美國是很常見，所以即係唔好用香港嗰種模式，就係、是、話我會24小時有工人住喺度，又或者姐啊，我食嘢要出嚟洗個碗、煮個嘢咁樣嚇。你會咁講，只不過你未夠有錢。即係或者香港人習慣可能係咁樣，但係美國嘅習慣唔一定嘅。OK， 美國我識嘅好多有錢人咧，好有錢，但係佢哋都唔會廿四小時請個工人。嗯。即係除非有錢到好誇張嗰只啦，即係。身家要過百億以上嗰啲啦，我唔講啦，可以咁講啦，即係唔係話全部，即係我大部分都係中年，都可能會順手啫。其實洗碗係啦，咁而且留過夜嘅話咧，通常會係咩情況有過夜咧？我媽當年打住家工，哦，佢打住家工，佢幫嗰個老細咧，佢就要過夜，因為當時佢個老細咧有啲有超級富豪嚟㗎。啊上過福布斯嘅 ，OK， 哇啊你諗下，好有錢嘅 ，OK， 咁佢個當年生咗幾個小朋友，咁佢自己兩公婆咧就個媽咧就唔太識湊細路仔嘅，個、哦、老公啊梗係掛住揾錢唔會湊細路仔啦，咁所以咧就要揾咗個咧廿四小時喺度睇住小朋友嘅，咁、哦 okay、我媽嗰時就做家工就主要負責睇住我幾個小朋友嘅啫、嗯，所以佢都唔使煮嘢食嘅。哦、有廚師，有另外有人煮嘢食嘅，有廚師。夜晚宵夜想肚餓想食嘢啦。反而調翻轉頭咧，嗱細個啫，佢想食嘢咧就自己落廚房自己整嘅自己食啦咁樣啊，咁啊就甚至乎有時個女主人咧自己燒嘢整完自己肚餓，整完嘢食之後咧整埋俾我媽食添，好搞笑嘅。到後期啲細路仔大咗之後咧，就係我媽有時咧佢啲小朋友大咗啦，即係但係我媽係由細湊到佢大嘅，所以對我媽好尊敬嘅。咁我媽仲未退休，咁啊就同繼續同佢哋一齊住嘅、啊。我媽係一個禮拜先翻嚟屋企兩次嘅啫，有五日都喺佢哋嗰度住嘅、嗯。所以同啲仔女仲親過同我哋嘅。咁、啊、有時啲夜晚咧，仔女咧自己半夜起身啊，突然間食唔食嘢啊？煮埋佢先，煮埋俾我媽食咁、啊、樣嘅。嚇、啊，咁所以變咗佢哋食完之後咧，咁佢哋大家唔會洗嘅，咁點會劈咗喺度第二日第二日嚟洗噶啦？咁但係時我媽唔抵得，就幫佢洗啦咁樣、嗯。或者有時佢本身自己個媽啊，即係個女主人，有時見到唔抵得，自己都會去洗嘅。所以係唔會自己唔洗會嘅、啊。而當晚佢亦都係因為自己個夜晚就係個女兩個女喺出邊玩，咁佢自己去洗碗。嗯。咁佢就係、是。個玻璃就對住個後一咁樣，佢就但係後一冇開燈就黑掹掹，所以用塊玻璃可以倒映到佢後邊個廳咁樣，就見個女人行過啊嘛。嗯，係、啊。咁呢個就係呢個嚇一跳，但係因為主要就係我當時去睇嗰間屋主嚟話，佢間屋係屋大人少。啊，啱啊，冇人氣啊嘛，你話。冇人氣，因為成七間八間房，咁啊喺美國嚟講唔算好大啊，但係都屬於嗰個係豪宅區，本身就係個半山上邊。咁啊，方圓即係一間屋隔離要隔好遠先有定間屋嗰啲噶嘛，好大地方。咁啊，而嗰屋咧就係兩層咧，但係夾埋十間房左右都啦嚇。咁啊，仲加埋廚房啊、洗手間啊、廁所又有幾個洗手間咁樣。咁變咗相對大。而我係長期出去工作，唔喺屋企。嗯。而女主人同埋佢兩個女，三個陰性嘅人，就住一間。但係嗰個間大概係唔係好大，8000多呎啫都。8000多呎啊，各位。8000多呎唔係好大嘅啫，即係以美國嘅豪宅嚟講，算係細單位嘅豪宅。嗯、OK， 咁啊8000多呎，咁啊前公園後公園嗰啲咧，即係唔係前一後一啊？咁變咗佔得嘅地方太大，人氣太少，佢又唔肯養狗，因為佢個太太唔係好識生活自理嗰啲人嚟，即係都係千金小姐，所以洗幾隻碗已經係佢嘅極限嚟嘅。
所以如果仲要養只狗，佢淨係打你個兩個女都搞到一鍋粥，仲養埋只狗啊！你而家屋已經唔知似咩㗎啦咁所以當年嚟講咧，就冇養狗，就係得三丁妹妹咁啊！個蠟燭咧就出咗埠去公幹咁樣，咁所以咧就嗰日剩翻個三妹妹咁樣，所以後期除咗見到倒影之外咧，就發覺佢個女咧會同空氣講説話啊嘛，嗰下先驚啊嘛，咁啊呢個情況其實唔單止嘅，譬如我有另一個客咧，佢嗱就唔係好有錢啦，咁但只不過佢住喺啲浮仔，咁浮仔啲你知啦，都係大啦，都係啲屋好大嘅，我啲浮仔，咁嗰間屋都兩千零三千尺咁樣，三千零尺咁樣啦，啊，但係佢又係人丁唔多，得幾丁友住喺度咁樣啊，咁三四千尺。係三四千尺左右啦，咁但係因為啲屋咧歷史悠久啊，咁所以搬咗去之後咧，都因為人氣唔夠嘅時候咧，經常都發生好多啲好靈異嘅事件，啲玩具會自己半夜會喐啊，或者會響啊，嗰啲琴咧最恐怖就係佢明明熄咗個開關，個琴繼續半夜叮叮叮叮叮個電子琴，嚇到咩咧？第一咧就成日電都掹埋，佢依然可以喺半夜聽佢叮叮叮叮聲，跟住咧就最神奇咧就係咧。佢嗰、那個佢有個嗰啲念佛經嗰啲機咧，廿四小時念佛經嗰啲咧，佢就擺咗部咁嘅機擺喺度。但係好奇怪咧，經常半夜咧就停咗熄咗嘅部機好似。即係佢平時係開住嘅。係啦。但係大唔大聲嘅開住？唔係好大，佢專登唔夠大聲嘅，即係有啲聲咁。係啦，淨係少聲就算。南無阿彌陀佛。咁樣啊嘛，即係但係佢就好細聲，好細聲，即係佢盡量唔會嚇親自己嘛，你知唔知？半夜聽啲聲你會驚啊，所以教到細聲啲。但係咧，永遠就話咁啊，希望鎮住嘅咁啊，係啦，擺咗部機咧就嗰啲冇響，但係嗰部機成日半夜三更咧，突然間自己大聲咗，或者自己熄咗。但係其實擺嗰啲唔係咁好啊嘛，播住唔係咁好啊嘛。我唔知啊，因為我未試過，但係後期我真係近代好似已經冇乜。唔見人擺呢啲機喺度咧，又感覺好似毛毛地咁啊！係啊，因為其實係講話嗰啲朋友係中意聽呢啲嘅嘛。係啦，你係咁播住佢哋中意聽嘅，佢咁上下佢梗係會較大啲嘅。即係覺得誒、欸，我嚟超度我喎，聽先咁樣。跟住即係話聽完佢哋會舒服啊嘛。所以變咗就係咁嘅情況之後咧，最後咧佢連嗰部機都，佢問我意見喎，咁咪唔好開咯，係咪先？啊，因為你已經搞即係惹起咗佢哋啦，仲搞咁樣，咁收尾我就話你屋企養翻啲小動物，即係睇下，即係加強啲人陽氣，睇下會好啲啦，我又係咁咯。我有一樣嘢想問你，你啱啱提到嘅話，如果間屋冇人氣啊，養啲小動物啦咁。即係有冇話到係啲邊類型嘅貓啊狗啊會好啲嘅咧？其實冇限定嘅，冇限定嘅，即係希望盡量增多啲陽氣，譬如即係有多啲嘢活動下嘅。嗱，跟住水靜態水屬陰，凍嘅水屬陽，所以養光魚係養光魚，或者你擺個水嘅擺設咧，唔係一灘靜水，係擺啲咧會喐動流動嘅水咁嗰啲水叫活水，活水會動啲，有動力嘅水咧就陽氣，咁所以最陽嘅，咁所以咧就要佢增加陽氣咯。你唔好話要水要陽氣喎，對乾擺乾魚擺個即係乾淨水喺度，咁啊最陰啦。所以調翻轉啦，你記住一定要喐，又最好養埋魚嗰啲咁嘅先為之陽氣嚇。OK， 咁呢個情況就係、是、好啦，咁啊有個陽氣，但係唔係每個人都中意養動物打理啲嘢，因為負責煩啊嘛。咁啊咁情況之下咧，咁係比較麻煩少少嘅。如果陽氣唔夠，係好容易。即係如果你間屋仲要成日長期好陰暗啊、生曬簾啊、唔透光啊，咁都係會比較容易咩噶嘛。但係佢而家當中嚟佢租啊，佢之前兩個租客都遇到靈異事件，但係佢阿媽更恐怖就係推開同俾手伸出嚟搭佢。係啊，呢個驚嘅。哇！即係俾咗邊個都會驚佢添。同埋佢話咩開門有一個白色嘅光飛咗出嚟。係啦，整跌佢阿媽就飛咗個光出嚟嘛。嚇！呢個都呢、這個驚得嚟都有啲搞笑咯。啊！即係我哋撞完佢就走啦嘛。係啊。咁即係佢係真係走咗唔翻嚟一定會嘅，因為譬如你同佢鬥力嘅話，佢大力咪捉你手啦，係咪先？好正常嘅。咁但係有時有啲情況就係、是、有一次我見講過啦，同我個玩具 friend 朋友啊，玩具大王咁本身佢係開裝修公司嘅，咁佢亦都幫啲佢自己啲手下去買屋嘅時候揀屋啊，睇邊間可以翻嚟買值得買，自己可唔可以裝修到啊咁樣噶嘛。咁一次我就陪住佢個手下，佢想買屋嘅手下。一齊周圍睇屋啊嘛，咁我講過一次啦，就係佢哋介紹話呢屋，話嗰間屋就真係破爛得好緊要，所以價錢好平啊，真係好平，比市面
三分一嘅價錢嘅啫。因為成間屋爛到韭菜，即係你買膠翻嚟咧係大執嘅。因為點解咧？我去到現場見到就已經冇可能冇，因為可能冇租出去啊，啲雕空咗年幾噶啦。咁啊，外邊冇人打理啦，嗰啲鴨咧啲草咧生到人咁高，即係生到半腰咁高啦，已經雜草叢生啦。咁同埋咧，又佢內冇人打理啊，又冇人嚟住啊，咁俾啲 homeless 咧就剝爛啲玻璃就擒入去住過嘅。咁所以變咧，你遇到間屋咧就係外邊啲玻璃就爛嘅。咁佢有啲冇收走嘅舊窗簾布咧，就俾人整爛曬之後咧，就啲爛嘅窗簾布咧，隨住啲風咧，玻璃嘅爛飄下飄下，好有氣氛，好有氣氛。我喺度見到，哇！拍鬼片唔使化妝啦，夜晚直接代部機嚟拍就係鬼片啦，咁樣係咪先？咁啊入去咧就咁啊介紹嗰個價，啊呢個咧嗱，其他整翻咧，呢度整翻咧，咁啊執執佢整翻咧就好靚啦，咁樣咁啊即係沿途個我個裝修 friend 就介紹。咁啊，佢徒弟佢個夥計繼續喺度行，周圍睇間屋咁啊，我入去揸住個羅家咁周圍睇。咁其實咧去到咧個間屋嘅設計奇怪，就喺個屋嘅中央位置有個洗手間，有個客廁，有個客廁。咁咧就係、是、咁你客廁中間冇洗手間，佢又冇裝天窗。咁咧如果唔開燈嘅話，嗰、那個就係一個全屬陰暗位置啦。係啊，冇光度陰啦，仲要係洗手間、廁所，仲要死水嚟，仲死水，仲陰仲暗。喺個情況之下咧，咁嗰度咧就是、我哋所謂嘅真係真正嘅最陰之地啦。啊，仲要喺正間屋嘅中央位置，哇！十字天心，哇！佢話話呢個話，如果你話呢、這個第一時間話，首先要裝個呢個喺個，因為佢係一層過嘅屋嚟嘅。哦，開天窗。一層過咁啊，開個天窗，等就自然光入翻嚟。係。咁就會好多啦。咁佢話係啊，要開燈咁樣。佢行嗰時咧，佢就順咗伸隻手入去咧，就諗住開盞燈俾我睇入邊個廁所嘅。但係喺嗰剎那就啱啱我就係見到有人嗰個廁所就有一個，我應該係個呢個係拉丁裔嘅一個靈體，係一個樣係似拉丁裔嘅一個靈體嘅男仔，就挨住翹埋手挨住個門度就望住我哋行過去嘅。啊！咁我 friend 伸手去拍個燈仔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喺個燈仔隔離。所以我 friend 伸手拍埋嘅時候咧，嗰、那個嘢就即刻喐喐。即係點解咧？佢仲會發埋力，佢自然就喐喐想褪後咁樣。然之後咧，我睇住嗰個靈體就啱想伸隻手去拍佢隻手啊，拍我個朋友隻手。所以我第一時間得唔使睇，我話我知㗎啦咁樣，就伸掹翻隻手出嚟就推佢向前行。咁佢就嗰一下意識咧，佢就知道我知咩事啦。係啦，咁就哦，因為嗰陣就即係好正常嘅。你佢同你即係你騷擾到佢嘅話，佢自然地佢都會咩？只不過可能佢未必有咁嘅能力，即係可以捉到我 friend 嗰隻手啊！但係拍我 friend 嘅手嘅話，嗰啲陰氣都會掂到我 friend 咁，都會招到啲陰氣喺度，都唔係好事嚟噶嘛。咁我第一時即刻撳翻佢就分分攤隻手出嚟推佢一陣，得我睇到㗎啦咁樣啊！咁啊，而佢嗰個就係情況就係佢已經同佢鬥緊力咁啊，推緊到咁，所以個感覺就係相當地嚇人同詭異。只不過佢掂咗咧，可能佢嗰個朋友個媽咪咧，都可能隻手咧都可能會比較容易有啲唔舒服啊，患病都未定啊，因為始終被陰邪之氣即係掂過嚇，係、比較容易患病啊，有問題咁樣，所以最好即係如果喺亞洲地區係中國人嘅地方啊，帶佢去嗰啲佛廟度拜拜咁樣係嘛，可能會好啲啊咁樣。係呢個冇辦法，因為實在太過嚇人啊，大佬，即係比如你諗下你自己推緊道門，突然間道門後邊伸隻手出嚟窒。驚嘅，真係驚。鬼整啊，大佬！係，同埋佢嗰個唔係話哦，我哋香港啊，或者亞洲人地區啊嘛，佢係嗰啲阿富汗咁。阿富汗真係死得人多，係啊，戰亂點死得人多嘅地方，呢啲咁樣嘅怨靈係特別多嘅。係啊，因為嗱，譬如當初我朋友嗰、那個，我未佢咁他條咁啊，挨得望住我哋，而且美國，我諗佢嗰人未必係死得好冤枉嘅。即係可能自然死啊，之前意外死之前次類啊，即係肯定唔係戰禍死先啦，係咪、啊、所以個怨氣可能冇咁大，但係喺阿富汗嘅地方就唔同啦。嗰度啲人死得好冤枉，好多時都係唔知點死啊！唔知點想瞓翻覺一個炸彈嚟就會死啦咁樣。咁、啊、所以我哋佢可能會死得好冤枉，所以好多佢哋嘅怨氣重啊，嗰種執念強啊，係預咗噶嘛。即係喺嗰邊，即係我話好聽，你喺亞洲地區，正如啦，有啲人就講香港，我哋周圍好猛鬼，點解？因為戰前三年零八個月俾日本制十有冇十咗好多人咁啊！之前好多人有怨念咁，所以聚咗一啲怨靈喺裏邊咁樣係嘛？一樣咯。咁阿富汗仲大鑊啲添啦，係咪先？啊，香港只係三年零八個月，阿富汗係三廿年零八廿十個月，係長時間都係咁樣嘅狀態啊嘛！不停打仗，不停死人。咁樣嘅情況之下，
聚集的怨靈一定是特別多。嗯，所以如果我覺得哇，如果身為阿放要出去租間屋，真係幾大件事。係，真係驚嘅。真係驚，等佢哋可憐啊！真係好慘。嗯。啊，咁啊，我哋但係我哋呢度嗰當年出名嘅咪鬼區人嗰單事件咯。哦，係係係。啊，鬼區人嗰個地址咧，嗰、那個地段咧就喺我哋爹哋呢頭附近啊嘛。啊，嗰、那個地段就附近啦，咁啊好出名就係、是、當時就係鬧鬼啊嘛，租就係、是、再租個攤位就係鬧鬼啊嘛，因為嗰度。點解鬧鬼？因為以前係嗰啲墳場啊，佢唔係亂葬崗，係一個墳場。墳場只不過咧就係一個荒廢咗冇乜人去打理嘅墳場。咁、嗯、然之後咧，佢夠膽死就係喺上面起，就咁直接喺上面起，直接喺上面起，佢冇好多啲屍體冇掘翻出嚟，即係有人認領嗰啲就掘翻，冇人認領嗰啲咧就唔掘，就喺上面起啊嘛。嗯、所以先搞到好麻煩，最後就。就咩喎？都話對上就前幾年啊，我個 friend 住喺附近。哦，係係，你有講過。嗰、那個諗住喺樓下邊裝修個 basement， 掘個 basement 等掘條屍出嚟，嚇死佢哋啊嘛，係咪先？哇！即刻報警啊，成家大亂咁，跟住又唔可以再裝修整個 basement 啦咁樣。我唔得㗎啦。好多時呢啲都係偷雞做嘅，因為 basement 本身唔係俾你愛嚟起個用實用嘅。空間即係俾你用空間，至多俾你 storage 嘢。但係嗰陣咧就諗住起嚟做一個多一個 basement 裝房啦。多個房咁咯。咁樣咪？但係你咁樣爆咗出嚟之後咧，咁你就唔可以再偷雞起。你唔偷雞起嘅話就好麻煩啦，咁樣俾人夾住噶嘛，咁樣所以比較麻煩啲咯。即係喺美國，如果會出現鬧鬼、陰靈霸屋嘅話，通常都係呢咁情況嘅啫。你嗰個情況咪就係嗰啲屋好歷史悠久，以往有啲人喺裏邊過咗身。你個過身變成間屋靈嘅時候啊，咁、嗯啊、如果佢係一個善終嘅喺裏邊善終嘅屋靈過身嘅話，咁咪可能變翻屋嘅守護靈，都未必有啲咩大不了，係咩傷害？唔、哦、會搞你啊！係唔會搞你，但係如果係啊，佢係死得好冤枉嘅呢、這個原屋主啊，俾人謀殺嘅啊，或者俾人意外交通意外死得好突然嘅，咁呢啲咁嘅靈體咧就另計啦。係嗱、啊，所以美啊喺阿富汗嗰邊，佢哋可能冇呢、這個咩。record 俾人查翻要如實報導呢個 record 嘛，但美國有噶嘛，阿 Benjamin 做阿 Benjamin 做貸款嘅，佢知佢就話佢哋嗰啲買屋嗰啲人咧貸款之前咧都會揾走上去地政處度 check 過呢個之前有冇死過人啊，點樣死啊乜乜乜，係有佢一定要如實報導噶嘛，如果唔係會俾人告噶嘛。係咁呢個係比較好啲嘅一個地方嘅。嗯，香港有冇呢、這個？我又唔知喎，香港有冇呢條例？香港應該都有㗎啦，香港咁多人唔買屋租喎、啊。如果係空宅嘅話，附近啲街坊話你聽啦。唔係你直頭有嗰啲空宅網添啦。係啊，所以呢個就反而都我嗰啲應該出曬名㗎啦。係啊，係啦、啊，同埋而家香港都有嗰啲咩啊？空宅試住嗰啲。哦，有咩2500住住一晚啊？嚇、啊，睇下有幾空啊嘛，驗證一下咁樣啊，即係有啲事。咁啊，嗰啲膽大人係可以夠膽做嘅。好、啊。不過又記住，如果啲膽大人，如果佢本身個氣場太強嘅話咧，可能佢住嗰陣冇事。佢都唔會出嚟啦。係啊，佢住嗰陣冇事喎，但係你住可能有事都未定嘅喎。係。係咪先？咁呢個咧就睇下你好唔好彩。其實真係租屋嘅嚟講，真係好唔好彩。嗯。啊，唔好話租屋買屋都係買二手屋。嗯。即係除非你新樓盤，但係我哋都聽過新樓盤都有事咯，都有賴嘢嘅。係。嚇、啊！因為喺起嘅過程當中出咗問題。哦。嗱、啊。工人唔出事，佢可能咁啱所謂掘斷咗嗰邊嗰個龍脈，影響咗個風水氣場，咁啊跟住咧又起咧，一路出意外，有人死亡啊，有咩咁樣整整下咧，咁啊嗰度就會聚咗一啲嘅怨靈啊、怨氣啊，咁即係諸如此類，即係等同當年咧啊有一個 building， 香港有個 building， 係樓下係商場，樓下係住宅嘅啊，而當年嘅新城電台咧，係你講到咁出嘅話就係啊。又唔使，啲人都知道。傳說就係話，當年起嗰陣就死咗好多人啦，又唔知又亂葬，之前亂葬崗定喺上面起啊？定唔知點咧？就起嘅過程當中已經好多乜？又亂葬崗？唔知啊，即係好多傳說嘅，你知啦嚇。咁啊，跟住咧就有咩問題？起完之後，即係起嘅過程當中有好多意外啊。到起完之後咧就話個商場經常都好慢啊，所以當年新城喺嗰個時咧就經常撞嘢啊，咁啊鬧到沸沸揚揚啊嘛。後期又揾翻大師嚟打齋超度啊。係，你打齋超度呢個有聽過？係啊。係。係啦，因為冇辦法，真係實在太人心惶惶啊嘛！你住到個都唔安樂嘅話，咁點都要做啲嘢㗎，係咪先？形式上，就算信與唔信都為嚟打下齋、超下毒啊，咁樣整翻啲
心理作用的安治療啦，可以咁講。後屘咪索性直頭開個靈異節目算數咯。即係所以好啦，咁所以呢個就係話咧，租屋啊，喺無論你喺邊個地方租屋嘅話，租屋之前咧都要真係要周圍 check。嗱，我哋當初買屋嘅時候咧，我哋除咗 check 間屋乾唔乾淨咧，就 check 周圍環境雜唔雜咯。嗯，啱啱啱。我買屋時我都會㗎，因為我都知道有啲地區特別雜嘅。咁啊。但係嗰間屋太平啦，咁所以咧變咗點樣咧？就勇敢啲，就夜晚咧幾條友仔幾條馬騮揸架車喺個附近兜圈，睇下嗰度有夜晚有幾雜。係啊，咁啊，而家咧可能會俾啲警察以為你喺度踩線，但係我哋純粹係當年買嗰陣得多，哇！發覺哇呢度夜晚哇喺亂哇。三不管地帶冇款嘅嘛，呢度幾平嘅屋都冇賣啦咁樣咯，即係就算裏邊啊風水好都間屋風水好都冇用啊，因為地區都唔掂嘅話，你間屋風水好都唔好到好耐啦，都要睇啦咁樣。咁啊，但係除咗呢個情況就係睇下間屋裏邊乾唔乾淨。明白。啊，正如我當年教大家嘅話，喺屋裏邊擺杯水可以做到，但而家就做唔到啦，即係好難嘅，即係叫人叫個經紀，喂你幫我擺杯水喺度，我聽人嚟睇屋啊。個經紀我傻，你有病，你都傻啊真係，你有病啊係咪先？咁啊有啲人陰毒啲、陰質啲啊，帶個小朋友去嗰啲啊，啱啱啊，因為呢啲實在又真係好邪嘅，我聽，因為我好多地產經紀嘅朋友客户，佢都話佢哋都有好多呢啲類似嘅經驗，就係話啲客户帶住啲小朋友嚟睇屋就。見到嘢，搞到情況好尷尬，佢自己又驚咁樣啊嘛，好多呢啲情況㗎，唔係一單半單㗎啦咁樣，即係譬如好似嗰啲喂，上次我以前喺度講過嘅，有個小妹妹喺間房度見到個白菜張凳上面咁抬住個頭望住佢啊嘛，但係佢哋兩個乜都見到，淨係個小妹妹見到啊嘛。另一個就係話個小妹妹見到有下入房就同個姨同佢傾偈啊嘛，但係入房度發覺佢女啊，發覺小朋友係同個空氣喺度講嘢啊嘛，咁啊，即係。學類似呢啲係好多噶，甚至我聽過一個就係、是、我有個經紀朋友就係、是、一行去大大下，道門自己白埋咗，咁啊白埋咗，可能風大啦冇理，咁跟住直接嗰、那、嗰個睇嗰、那個小朋友話喺嗰個見到其他嘅人影之後，咁佢哋就驚啦，開始走，就發覺把鎖咧白埋成白埋咗，就開唔到個門嘅。哇！呢個仲驚佢。係啊，終於就 call 開鎖佬嚟，就幫佢撬翻開把鎖嘅咁樣，喺裏邊俾人。在裏面反而 lock 咗開唔到喎，即係把鎖壞咗，扭唔翻開喎。就鑿，即係揾個開鎖嚟鑿爛把鎖，搞到好尷尬。即係咁嘅情況之下，呢啲都聽過。你諗下，哇，咁撞鬼！即係如果你做地產經紀，如果即係咁執到啲咁嘅好醜嘅話，即係幾該會租又租唔出，租又租唔出，呢個 commission 食唔到嘅啦，肯定啊，即係話如果賣嗰個仲大鑊，咁啊啲間屋都唔知點賣。係啊，即係會好多嘢即係做。問呢啲房地產經紀朋友咧，就經常都會聽到啲好有趣或者好特別嘅一個 situation 咯。嗯，啱。好啦，今集咧已咁啊講下又有一鐘啦，咁啊，咁啊，好。係。咁啊，我哋今集又到個此為止，下一次嘅冥界傳說，即係啱啱我又要裝下 Benjamin 咧，又要去錄一錄啦。係。佢又有新嘅鬼故啊！好。咁啊，所以咧，下一集嘅冥界傳說咧。除了我兩個廢噏之外Benjamin 又會出場跟大家分享他 新接觸到的一個靈異故事、okay. 我們在下次的冥界傳說再見、OK 拜拜拜拜
都见到过，即系晒干嗰啲。向上可能少啲。轻就啲。Mm-hmm.